甲乙丙丁谁最酷？甲是老大最酷。错，你那是甲酷。那谁最酷啊？丁呗。丁啊？为什么是丁啊？嘿嘿，你去问老妈吧。哦，好。哎，等会儿，我还有三道题，你答对两道，我给你100；你都答对，我给你300。有这好事儿？来呗。什么东西有头无脚？砖头。对了，男生多是什么字？男多女少。妙。可以啊。给你。再来一题。失败是成功之母，知道吧？知道啊。那什么是成功之父呢？不知道。你转我300，我告诉你。转过来了，说吧。这就是成功之父，成功之父。哎呦我的妈！